走。你是韩武的学生？我是来参加艺考的。我就说嘛，这韩武的门槛也不至于这么低，你一定要好好考，虽然你也考不上。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。死天鹅，不就是拿反了吗？重点不是那本书，是里面有我的护照。确实是我拿错了。那么厚的一本护照，你看不见吗？我不是都跟你道歉了吗？你现在道歉有用吗？再说了，我一会儿就要坐飞机用的。沈小春同学是因为我凌晨的个人原因导致他缺席考试，恳请各位老师再给他一次机会。这个孩子我记得，民族舞出身，基本功一般，范儿也不正，考民间舞系还行，考芭蕾会不会有点太弱了？才过初试就这么高兴，海武的要求真是越来越低了，什么野路子都没来考。我们就要考上海武，他们都说我们是废柴，废柴也是木头，也能生火，我们就点燃这把火，照亮全宇宙。如果是小春同学今天做不好这个阿拉贝斯，那么我们大家都不要想他。于老师，我个人觉得沈小春的基本功比较差，之后让他自己回去练习吧。那海武的标准是摆设吗？说说吧，我想知道为什么迟到。老师，是我的问题。全体波比跳30个。沈小春一个人的问题，为什么要全体说法？这是我的练功房，请你离开。练功房都是公用的，凭什么这间是你的呀？你走不走？不走。新生汇演我给你报名了，跳看门。我不去。你和沈小春搭档。什么？一二三、哎、再来、哎、我的卡门。曼曼，曼曼，你有没有看见我有一件练功服？看见了。在哪儿？垃圾桶。你把它扔了，你抢了新生汇演上我的位置，抢了凌晨身边属于我的位置，你跟我说一声了吗？除了我，没有人有资格站在他身边。谁？干什么的？站住！坐。你跑什么呀？这万一被抓住就解释不清了，还以为咱俩在干什么不可告人的事。这是我的，啊，这是我的。是你啊，凌晨，你能不能把这本书让给我？哎，拜托了，你就借给我吧，求你了，求你了。哎，给你。哇！沈小春，你跳太棒了！太棒了，沈小春，一般一般，世界第三。我知道，我失误了。所有人都看到了，但是，今天是你最近表现最好的一次。跳舞是要用心的，你一定要记住这样的感觉。都是我的错。你昨天练腹练的也太多了。要是曼曼因为这件事跳不了舞，那我该怎么办？你与其像一个无头苍蝇一样乱练，倒不如我来帮你。真的？其实你心里很清楚，沈小春把你撞了，责任不完全在于他。什么时候他变得这么重要了？我想报名参加黑白天鹅的竞选。你脚好了吗？你就练。不用你管。你忘了是谁背你去医务室的？劝你一句，你天赋还凑合，别和那帮废柴混，耽误自己。你私底下跟肖布走得这么近吗？我是来学习的，你凭什么觉得自己可以高高在上的指点我的生活？在对舞蹈的热情上，肖布比你强100倍。你要不要试试动作？啊？为什么是我呀？我这人就是废柴一个。你少来。原来你这么认可我呀？
我呢是不想看见一块金子就这样失去了发光的机会。原来我在你心目中是金子啊。两个在校外参加商演，他是售门票的，你们不知道吗？你这哪是捧我脸啊，你这是要我命吧。魔王不就是这么跳的吗？魔王他不是单纯的坏蛋，他对白天鹅的情感复杂，既有占有又有对纯洁一面的向往，所以他才会情不自禁的蛊惑他。哦对了，老师，潘班长你有事儿？我没事了。对，林老师，潘潘想挑战一下王子。你就是因为我说肖武比你强，你就举报我们两个是吧？我没有。那你发誓？我发誓，我绝对不会举报你的。我怎么舍得让你受罚呢？原来学渣也有春天啊。潘潘不是跳不了王子了吗？所以我就想给他找一个别的角色。给你看一样东西吧。石小春、啊、看来最近伙食不错呀。哎，行。吴秋，孟娇雅，你是不是跟石小春一起吃的？吴秋，从今以后你们所有的饭菜必须要上秤，精准测量之后达标了才能吃。我觉得你太过分了。人家凌晨好心的监督你们，你还这个态度。老师，我们两个可以互相监督。给快乐肥宅套餐。我才不吃呢，我要减肥。今天就当破例了，吃吧，吃饱了心情就好了。那我就知道这汉堡是全麦的，这可乐是无糖的，那还是好好吃。我分离大声喊。停，洪佳阳，你不适合跳刺绣。你突然找我们三个开什么小会啊？怎么了？我当然是有重大的消息要宣布了。你扮男装酷啊！啊，什么？这可是为了你的转系大业啊！你可别高兴太早啊！咱想要啃下这块硬骨头，就少不了一个人。你们该不会是想让我去约他吧？嗨，想请你帮一个小忙。你又闯祸了？不是。肖布不是把魔王的角色让给老红了吗？我们想请你帮忙合一下。行吧。太好，那这周六下午见。那我走了，你多吃点。那我该怎么做？你要拼了命的挑逗我？你要占我便宜啊？Good morning, teacher Lin. 什么情况？我们废柴联盟全线崩塌。拜托，过了。我说你们还真是联盟啊，挂科都一起挂。你今天干什么去了？我朋友在一起。朋友？马上期末汇演了，你不知道吗？你居然还有心思出去玩？每天跟班里一些吊车尾混在一起，他们可以嘻嘻哈哈随便挂科，那你呢？为了表示感谢，我给你准备了一个礼物。这个叫微笑助力器，啊，张嘴，然后咬住。你这个人啊，平时冷冰冰的，总是给人很难相处的感觉，但其实我知道，你是一个很温暖又仗义的人。你是不是喜欢上石小春了？我够了。上次石小春旷了林老师的课，我现在就可以写一个违纪说明呈报上去，加上他前几次的晚归违规记录。曼曼，是要石小春再也不能上台，还是要和我一起参加封闭训练？你选吧。曼曼，
我觉得我们还是退回到原来的距离比较合适。今天课就到这儿吧，我临时有点急事儿。可我们还得等师姐过来再合一遍呢。真上不了了。是不是又是因为石小春？你今天要是走了，以后咱俩就各练各的。凌晨，你是不是傻呀？这么多年你都不知道我喜欢你吗？小春，我送你来，听话。不，来。哎，好暖和呀！你能不能不离开我？我一定不会离开你的。石小春，你竞选天鹅公主是因为你真的想跳主角，还是因为凌晨？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？天鹅公主和凌晨我都不会让给。觉得自己被威胁了，觉得自己重要的东西被别人抢走了，是这样的感觉吗？你已经是黑天鹅了，听着，把属于自己的东西夺回来，不要让任何人侵占，把你的野心和狂妄摆出来，把不安跟占有欲调动起来，你就是最好的黑天鹅。小爷我要逐梦演艺圈了。哇哦，怎么了？于曼曼的事我们都知道了，你眼睁睁的看着石小春误会凌晨，你还不告诉他？你平时是看见于曼曼她怎么欺负小春的吗？你正式被废柴联盟开除了。我就从来没听说过这汇报演出的女主还分成两个人。放心吧妈，属于我的我会抢回来。这海艺的女首席将来可只有一个人。明天是周六，你有时间吗？你有事儿吗？我带你去个地方。啊，好，我走了。天哪，他该不会想找我约会吧？不行不行，我要淡定，不能这样。不行了，没劲了，救命！你往下跳吧，我接你。啊！等一下。要不再试一次？行。小布，于妈妈的家属，这次的检查报告出来了。医生让你赶紧去一趟呢。啊，我还想喝楼下的绿豆粥，你一会儿能帮我带一份上来吗？妈妈这就去给你买啊，等着我。凌晨，我不是胆小鬼，我喜欢你。来，我带你跳一个。我腿都受伤了，怎么跳？来，你站起来走一走，看有没有伤到骨头。来，我背你直接去医务室。好呀，你耍我。哼，我推心置腹的给你一个忠告，你还是笑起来比较好看。这段不错，哎，可以来参考。咱们就直接去排练厅排舞吧。走。妈，你今天没有去训练，在家干什么？妈，我们俩回家看舞蹈视频，准备汇报演出的作业。比赛和小小的汇报哪个更重要？我到现在还没有想清楚到底要不要参加比赛。
跟凌晨是在谈恋爱吧？老师，我俩其实……不管你的答案是什么，从明天开始，我都希望你可以主动的跟凌晨保持距离。我希望你能回去继续参加比赛。我不去。凌晨，我说了我不去吃饭。你能不能别耍小孩子脾气啊？那我先回去了。嗯。我，你先说。我答应你，我回去之后再好好想一想再做决定。但是小春，你从来就不是我前途的阻碍，反倒是因为你，我更期待我的未来。感动了？我。嗯。那我先回去了。哎，刚刚的太短了。我的脚很快就好了，我马上就能跳舞。你不但要跳舞，还要跳得比以前更好，把上次丢的人和掌声想办法赢回来。啊，姑娘，你的跟腱问题很大呀，你这跟腱要是不治的话会有大问题的。妈妈，妈妈，干什么？你跟腱都已经伤成这样了，你怎么参加比赛？我跟你们什么关系啊？管这么宽？曾经我给你机会的时候你不知道珍惜，现在我在这假惺惺的对我好。你那舞伴儿挺漂亮啊。不是吧，也就一般嘛。那你下次继续找他呀。他最近心情不是很好，所以我们要攒钱去看我最喜欢的那个舞剧。这逻辑不对啊。嗯，凌晨的心情不好去看你最喜欢的舞剧，这你就不懂了吧。我开心呢，凌晨才会开心，所以只能这个样子。过两天吧，我有一个杂志拍摄，需要一个助理。你还想让我给你当助理？我不是没朋友了吗？我就只有你了。要是没事的话呢，可以考虑。哎，凌晨，你这是怎么了？凌晨，对不起啊，老师，我太投入了。好了，今天不跳了，去休息一下。知道了。其他人原地休息。石小春，下课以后到我办公室来找我一趟。好的，老师。你们干嘛呢？哎，我跟你说啊，这是个姑娘的事，不要多管闲事啊。她是我的朋友，有什么话跟我说。大家现在阿姨情况怎么样？准备手术呢。你们怎么还没交完费啊？病人现在情况很不好，需要马上进行心脏搭桥手术，赶紧的，别耽误了。医生，您稍等一下，现在钱不够，我们再想办法凑钱呢。啊，是是。凌晨，有你在，真好。哎，没事吧？没事。潘潘，其实托举并不可怕的。刚才是我们那个托举。嗯。我们做到了呀。你就相信我吧，以后我做你的底，放心。嗯。偶像。哎，潘潘，注意保持距离，这可是我男朋友，不许跟我抢。对面的那个女孩看这里，看这里，看这里。凌晨你快点来阳台。沈小春，凌晨跟你表白呢。就死人啊。 One, two, three, four。 301宿舍的沈小春，我喜欢你。没想到凌晨这个大木桶还挺浪漫的。
现在只是晋级赛，决赛彩排连轴转，你有时间吗？你别说上学，你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，你知道吗？知道了，谢谢老师提醒。你真的决定好了？嗯，我想好了，我保证休学结束以后好好完成学业。咱们学校的规定，凡是要进演艺圈发展的，没有休学一说，一律按退学处理。如果芭蕾不是他的梦想，那就算他跳得再好，他也不会开心。我觉得让他自己去为自己的人生闯一次不好吗？叔叔阿姨，肖布唱歌真的挺好听的，你们有空可以去听一下。明天郊游你去吗？你去我就去。我去啊，系里活动我当然参加。明天见。编舞上我有灵感了，机械城市就跳你对生活的态度。什么？你是我见过最酷的人，一直敢于特立独行的生活，并且勇于面对挫折和失败，所以呢，你就跳对生活的不认输、不低头的态度。谢谢你这么说，不过我可能跳不了了。这个送给你，比赛加油。你好好训练，我好好比赛。嗯，我会的，你也加油。好。